我怪啊，怀疑我都真心接受你，我总是认为咱两个之间就是无法度亲近。原来你不是我真正的小弟，你甲陈忠信勾结，你这个全歹心，才将我掳到粪扫。你替尼姑做借口，你是有够衰的呢！你世界有你这种大走于人生的人来做兄弟？ 因为你出车祸，即马半死倒伫白床，受人直接骂，结果呢？你一方面你享受原本就属于伊的荣华富贵，一方面第一甲陈忠信斗相共，第一落甲作乱，即马代志变空啊！你真变小的，替面馆的做借口，讲一大堆的理由，想要脱罪，你是个屁屁，你是小人！ 你唔拿偷地，你佫会成婚，甚至连金玉心嘛偷提走。金玉心嘛无想要做罗太太啊，伊爱我放伊自由，就算伊即摆放倒来有我的囡仔，伊嘛坚持要交离婚。但即摆是安怎？你想要娶伊走先？无可能，我无分你遐尔简单就放伊煞。你误会啊！ 我自头到尾，拢是甲金玉，当然是我小妹看待。我嘛早就甲伊讲清楚啊，我甲金玉是清清白白的，我就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哥，哥，你看得出来，我也是冇骗你，伊真正有鬼做大嫂，大嫂坚持要离开你，迄是你甲大嫂的问题，你袂当怪伊，伊对伊想法无公平啊。 哪里我都讲叫我赔算账的啊！卡斯哥也是呢，真正无鬼，伊当留在搞解水啊，至少先搞讲，伊早都识晒啊，结果两个结点点，莫怪啊！莫怪，正月一直关心你，照顾你，包容，我搞讲是过好咯，原来哦，这就是伊对你的爱啊！我细多声呢，我足感激的啊！原来我是戆大呆。 我你点么偷笑？互你笑讲，我对你无爱查某人，你信唔信啊？我从来无安尼想。鬼才你相信啊？明天计成功啊，一拜残，百世残。我真无简单，辛辛苦苦才得到八百灵动。啊你咧，加做迷宫的少年，却轻轻松松，就会当成为罗家继承的人选。安怎？无怀疑啊？ 没还就行，你还手啊！你不是就爱比的，我今仔跟你比一个关节，该拼个输赢的。我从来无想要跟你比较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感觉你继续拍，我你让出去，不要紧，做你拍，我袂出手的。你给我点马给，没有啊，做歹人心，我无差啦，心计是够重的。 哥，哥，哥！你别搞我！你是来我混干的较少，你安尼做一点意义拢无？你别搞我啦！我一定要活到拍死，看你咱忍偌久，过可能过偌久，这个鬼君子，甲金玉两个人联手搞欺骗，甲我的真心等你涂骹踏，是个苦。哥，哥，哥！ 卖怕啦！卖怕啦！卖怕啦！你都算了怕死，妈妈都搞个代志啊，都算无缘由的出现，这对你感情嘛拢是假的啊！我知你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也不过你嘛是要逼你家己要面对啊！你放心，我拢会陪你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你两人同情啦，我肯定处理要面对。 只要顾一口气，我一定用尽全力保护这两个伤害我的人。我要让伊未来日子生不如死，我嘛要做伊人生当中上恐怖的恶梦。如果我相信，恁老家以后一定变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家庭。
伊嘛要烦恼我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的亲人会原谅我，因为我真正将来我想要伤害伊，我是真正就爱伊的，尤其是爸。爸爸現在人若是站在咱遮，給你翕一張相片，啊，你會看到什麼樣的畫面啊？我看到一個眼中就好些慈祥父親。爸，這敢不是你說的藥師如來玉佩？就是這塊玉佩，我希望，我有信心說一定會找到你。现在真正找到你了，这块玉佩嘛就要还你。这块玉佩一定会保庇你安尼，所落来人生我平安顺利。爸，有你在啊，咱老家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总有一天，一定会要过去，快快乐乐模样。当然知影，你不是一个歹人啊！阿那无，我哪会因为你的出现，感觉遐尼欢喜，遐尼满足呢？我嘛唔哪一届，感谢天公伯啊，给我一个这么善良、这么忠哉的好事。不过你竟然是骗我，今天我若是无带来家，我什么时阵才能看到我的亲生和生命故呢？你叫我这马是要安怎原谅你啊？我会给你照顾，以后没再麻烦你了。爸，这是我最后一杯。阿弟叫你啊！这块玉佩，我过去迄天，是你亲手替我挂起的。从迄天开始，我从来都无敢摕落来，我就低笑伊。我把他当作是我的宝贝同样，老大，麻烦你替我向美国，
我真的感谢你，这几年咱不是在照顾美姑，你可能也无多当家，只嘛我找到你，所以多谢你，老大，咱明有气过来，一定要知影。这老个美国是怕心肝好兄弟，因为美国真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我相信你啊一定因为美国感觉很骄傲的。就像你讲，这条面骨了，头一个就受着挂，那就表示你还阁伤心挂，对不？咱卖问过去，向前看，你敢做会到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！你讲，恁想要安怎做？拍一支红军，我断定成功。迄个时阵，我还阁唔知。米姑伫咧陈长生手头，而且阮也讲要合作，我嘛是半信半疑。经过这几天观察，阮也应该值得相信。今日无伊早就离开，唔要留咱遮，又在恁爸，又在恁妈，也阁有米姑代志曝光了后，伊无隐瞒，甲所有真相拢讲互恁知，你看起来。应该是有心机，不怪啊，不怪讲李霞，不管安怎跟你讲，你都无得跟我信道。后来我要就去找你，你得管伊跟我斗相共。我跟你做伙，恁三个敢有才调，甲陈忠信办好倒啊，卖袂记得哦。就前恁才食到伊的羹，也嘛无命嘞。进前，阮无方便着陈忠信，伊毋才有机会变鬼变怪。即马，我有计划啊。啥物计划啊？甲黑石头骨因老多，毁掉伊的金库。伊若无金冠，都无法度做红做影啊。我已经决定啊啦，你敢剩一条路通行啦？就是配合啦，在厝内你要安怎？凊彩你。啊，不过在陈忠信的面头前，咱就要甲陈文耀继续做一家人，绝对袂当陈忠信看破卡手啦。爸，哎呦，你都配合一个啦。为了用心乞讨，我甲恁爸妈嘛是做吞论的啊。你看捌代志嘞，好无？你若要找伊算账，你等咱到陈忠信休息了后再阁讲嘛。这件代志哦，就安尼决定啊啦。说落来，咱就是保定社做韩仔，到时阵，我陈忠信差些来难背。